阁下是决心要与我成为鼠为敌吗？若是耽误公务，阁下担待得起吗？老夫乃是丹阁新任副阁主，有何担待不起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倒要将此事上书北天玉丹阁问问，是不是你们丹阁的人闹事杀了人，就可以躲避惩罚，逍遥法外了。